不是问他吗？他不是打了一个他巴掌，你走了，我跟你说你要去坐牢。他不是打了一个巴掌吗？对不对？他又问他，你们不是说不能够顶礼皇帝吗？我只是问你啊。他又第二个巴掌，刚开始有点气哦，旁边的又开始又有一点的告诉他了。第三条，他就从这里打下去，刚好。